英国美妆博主 CC 丽，今天化了个妆，等一下去朋友家玩儿。我正在选口红，你们看我到底选哪个呢？一个是 Pamagres 的，这叫什么 Rouge and Levels，是这个颜色好看呢，还是这个 Elson 吧？叫哦 Elson，对，这个叫哦 Sorry，这叫 Full Picnic。Full Panic，你们觉得哪个颜色好看？要不我试试这个吧，比较浓郁。因为等一下要吃饭了，所以不想涂的特别重。超好看这颜色，Pamagres 就是，它就是很显高级，它的饱和度很高。就越看越喜欢。给大家看一下今天 outfit，今天是一个三折的裙子，我这个角度呢，它让我站在凳子上了，好吧，就是这样一条裙子，很喜欢。好，那我准备吃个饭出门啦，先不跟你们说啦，拜拜。啊，对，我公婆带了给我带的稻香村的点心，我已经吃了这枣泥儿，还有一大盒呢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太幸福了，谢谢他们。OK，先这样，拜拜。